三四届我都有看过他，真的有看过，真的对。好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张雨晨能够打进好莱坞吗？调酒魔术师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我们就直接让张雨晨直接来表演一下所谓的调酒跟魔术的结合，让你们看看看心服口服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来，张雨晨，请。这些就是上次我们讲说，包括好莱坞的魔术城堡，这些也是看到你像这一类的一些表演，是在一个比赛的情况下，然后他看到这个演出。OK OK， 对，那今天带来是时间关系，那我带来其中一部分。OK， 非常精彩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凯乐最后一个带来的奇人异事是谁？什么事？来，凯乐，欢迎驾驶26吨卡车送货，货卡借烂吗？这位辣妈会去学像这么大的卡车，然后去送货，这些是因为要帮老公分担家计。因为你老公就是开车货卡司机。对，哦 ，OK。对于女孩子来讲，操控这些，尤其像货卡上下坡这些，你刚开始上路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问题？有啊，上坡爬到一半换挡，换错挡，然后就爬不上去了。然后怎么办？打警示灯，然后等后面的车都走开，我就倒退溜到最底下，再重新来一遍。好可怕哦！啊 ，OK。不过你还算有良心，你叫后面的车先走，要不然这么大的车往下滚下来不得了，你那要赔钱啊。可是你在开的过程当中有碰过临检的？有。然后生活临检让你觉得很紧张的是因为他说你违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我驾照上面怎么没有写电话？他说别人的都有电话，为什么我没有？对，他是把妹吧？因为我也不晓得啊，然后我又很紧张，因为违规被拦下来，很紧张。然后你就给他电话？对，我就念我的电话，然后警察就念了一下，说不要再管制时间进出。然后也没有开罚单，就让我走了。对啊，我回家的时候跟我先生讲的时候，他才说别人都没有。电话不是驾照哪有上面写电话？对 ，OK OK， 好，来资讯提供完毕，提问时间。大卡车，它是有限制时间才能够上道路的，不是24小时，不是24小时。在什么时候卡车可以开上道路去？早上7:30至八点，七点至八点，就半小时而已。对啊，1个小时啊，7点至8点。那你是开哪个路段的？学校附近，哪个学校？我在莺歌，所以是在莺歌中湖路那一段。中湖路那边只有半个小时，卡车不能上去。大概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。还有中午，我跟你讲，7点到8点，你不是他的
分数已经输晕了。还有中午的一个小时，还有就是上下学的时间的意思。还有下午3:30到5:30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可能开电车或者是开货车，他们长时间在驾驶，嗯，可能会有一些，比如说身体上的 problem。嗯，我想问他职业伤害是什么？屁股痛。屁股痛，哦，坐太久，只有屁股痛，坐屁股痛，那就是没有别的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就是开车开很久，我可以要求来看一下他夫家吗？你怎么看？来，玉林，我问你啦，你如果身为货卡界的辣妈，请问世界上最长的车是哪一种车？赛车是什么车？你可以问，谁有一个打枪了？问你比较有建设性的问题。脑梗，你脑梗也问，太夸张，答出来。好，来，所有的资讯提供完毕，想清楚，这一题就会分出胜负了。来，赶快想，真还假的要压几分？对，我觉得真的。压真的，压真的就拼了。第一组压的是假的3分，第二组压真的3分，第三组同样真的3分。其他两组都是觉得真的，而且都压3分。哇，这一题如果要答案是真的话，那两组就同样可以下来，然后参加10万奖金挑战赛。是 ，OK。辣妈 ，please， 拜托 ，please， 拜托，好 ，please。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正确的答案是，我只要上一垒就好了，上垒就好了。真的。我们就要恭喜第二组、第三组可以一起下来参加10万奖金挑战赛，也恭喜第一组红浪。从头到尾没有对一题，耻辱吧，耻辱！等一下，驾照可以打开看一下吗？应该这样说，这位辣妈，我们有影片让大家来看一下，她真的就是开大货卡的影片，好不好？来，有的大货卡的司机，我们晓得，因为工作量繁忙啦，或什么，有的人会买结冰水，对，或是说，甚或有的人，当然有人会咬槟榔或什么类似这些。那你老公会吗？我老公会。你会吗？他叫我学。他叫你学？对。为什么不要吧？上槟榔不要吧？女生喝槟榔不好。他说都可以试啊，什么都可以试。啊，好特别啊！真的好特别。OK。来，刚才最后的成绩揭晓。来，凯乐，看一下这三组的分数是。恭喜第一组获得-14分，第二组获得6分，第三组一样获得6分。来，我们恭喜第二组、第三组可以参加我们的10万奖金挑战赛。好，首先要恭喜第二组跟第三组啊，两个同分可以获得一起来参加我们的10万奖金挑战赛，然后各派一个代表嘛。是的。哦，就是谢欣跟盛哲两个人手气比较好。对，因为本来是要派他，但是吴蝶说他是 B G 王，很有名的 B G 王，而且还有说他昨天没有晋升，所以还是我们来好了。OK， 好，那希望你们能得到10万奖金，两组平分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，Ready，一起，Ready， Go。八点要消一个八还是6253？是一个八，七一个八，一个八，好嘞，一个八，加油加油，雷迪，丢高一点 ，Go！ 好，九九九的话，一个九还是七二？就九吧，来一个九，对，加油加油，他们数字好大，对，雷迪 ，Go！ 小小小小点，小点，小。七三，很好啊！一二四五六，加油！有机会哦！加油！加油 ！Go！ 少一点，少一点，少一点！四，来一个四，四，一二五六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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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，Ready！ 少一点 ，Go！ 少一点，少一点，少一点，三把，来个三把，六。五一赶快拿掉，五一赶快拿掉，对，五一拿掉，五一，来，再下就上八，有机会哦，来，加油，再下八，一个一个少，一个一个来，那我先，你们可以拿，加油。其实如果是不管少掉，总和是2点、6点，最好是8点，8点就结束，8点还可以再来，好不好？8点啊，加油，加油，
六，大家三四，那你就再一个四，你就有机会四或二而已，四或二，最好是四，来来个四，六四。只能各傻一点，怎么办？怎么各傻一点？太难了，不一定谁先呢？太难了，这个要一起吧。他们搞不好就是有怪运，我跟你讲。没有，这傻吧，一个一个来。要不要给？要不要给没晋升的才会有怪运？对啊，必须我来，各位。哎，周建年凯雷德挂宝藏的鼻涕王，是不是真的能值出二点，意外拿走十万奖金呢？Bring the bass。晋升的才会有开运，对啊，必须我来，各位。小姐，压力好大哦，不要辜负 B 鸡王这个名称。B 鸡王 ，B 鸡王，叫我 B 鸡王。你还是 B 机王，只是不够 B 机。OK， 好，那其实过程非常惊险，虽然没有拿到，但是充满了娱乐性。OK， 那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娱乐性，也很有知性的节目。没错，真没想出粮讲这个吗？真没想出粮，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六点钟到七点钟，39台中天娱乐台与你们见面，8月18号开始，谢谢你们。耶，大家多支持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来，宋哥。专辑，哎，我最近发了一篇叫做《我们跳舞吧》，我们跳舞吧，要不要听一下，让大家来听一下。我们来跳舞吧，随意摆荡，穿过泪的视线，纯净唯美。下一次再见前，我们跳舞，我们跳舞吧。好，大家都支持盛哲的一片 ，OK， yes。好，今天现场非常谢谢所有来参加，感谢观众的收看，真的了不起，下次好心情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